开始，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在过去一个星期，如果你跟着我们的祷告，我告诉你，每个星期都是放在给组长们还是教会的 LINE 那一个祷告事项，为着国家、自己家庭还有教会的，你真的是好好的信实忠心的祷告。刚才薇姐在讲什么？在过去一个月的进食祷告，为着这四方面，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就开始的有属神的信心、智慧和爱，能够在这几方面突破。所以亚比斯他本来是最不起眼的，当他生下来，母亲认为他是带来灾难的，他是带来不幸的，当然当时候也是饥荒时刻，所以我相信这个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就有一种的不甘心的一个态度，就好像哎，有一些父母，有一些妈妈会说，哎呀，我不想有这个孩子。有没有人你在怀孕的时候说，哎呀，不想有孩子，然后甚至有一些人生下来怎么样，把孩子给丢，甚至可能怀孕的时候就把他给洗了堕胎，不要这些孩子。所以没有人要把孩子取名痛苦，但是亚比斯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痛苦。看起来这个父母亲就好像在判了这个孩子的死刑，这孩子一生下来他的命运就是一辈子痛苦，一辈子痛苦，他不用去找的，你紧紧地跟随着他。就像有一些人他们在家族里面，我们发觉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一直的有咒诅跟着他，做人我们多努力多勤劳，但是就是好像不能够富足，做人我们多积极的做一些事情，但是就好像不成功。那今天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能够改变这一切，阿们，他能够突破我们的极限。亚比斯他比众弟兄更尊贵，阿们。所以鼓励各位，你可以更加尊贵，更加尊贵。这个尊贵不只是在你身上你自己知道，更是影响力的一个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听了同工的见证，他们在家族里面是有影响力的，他们的对神的信号、对神的信心、顺服神的带领，所做的是信心的行动，所做的事就带来影响力。弟兄姐妹，亚比斯他会说，因为我是倒霉的、痛苦的、不幸的，他就自哀自怜过一辈子，因为他认识了这位可以改变、可以突破他的生命的上帝。所以圣经说他就求靠神，一起说，我要来求靠神，我要来求靠神。亚比斯求靠以色列的神代表什么？他很认识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就是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族群，所以他也知道他也是被拣选的，所以他很不客气的、很勇敢的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神要来提升你的影响力，来一起说，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而今天我比较分享关于你的影响力，如果两个礼拜前或是在星期六分享，是属于比较可能你要来求靠神这方面。但今天我觉得神要扩张我们，就是带来影响，在家庭的影响，在家族的影响，在你职场的影响，在你前面道路所做的事情能够带来一个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从亚比斯身上我们看到他真的是比其他弟兄更为尊贵。当然今天我们不要跟人比较，但是如果是神的话说，这个人比那个人好，这个人比这个人尊贵，代表什么？代表是神抬举他，那是人自己讲的，我比你好，我比你漂亮，我比你好，这些是人的骄傲，对不对？所以跟你说，我不要跟你比较。但是如果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上帝告诉大卫，
大卫骄傲吗？是大卫自己讲的吗？没有。上帝说摩西亚人是最谦和的，世界上最谦卑的就是摩西，上帝讲的。所以今天是神的话讲，亚比斯比众弟兄尊贵。所以今天我们要看重什么？从神来的提升，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加添和扩展。因为这世界给你的不过是有限，如果是人给你的，也只是暂时。很多人在这世界有权势的时候，有地位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哇，世界的朋友或者可能家人就会怎样？哇，就好像会抬举你，会不小心就什么拍你的马屁，不是啊，拍人的屁啊，不是马屁。他会好像哇，就很喜欢你，对不对？但是来到有一天，这个人怎样？没有钱了，没有地位了，甚至是失去了力量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父母亲最后沦落到老人院。在两个礼拜前到我们去施给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们看起来不错，但是呢，他说他们很难过，因为其中的孩子没有回来这个家，只是偶尔寄一点钱。然后他就讲到他们曾经是怎样的劳苦做劳工，给这些孩子读大学读书，但是最终这个儿子却远离父母，不再跟父母亲近。所以你看到吗？人的这个的爱心，人是因为利益可能才来做朋友。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神若抬举你，是这样，因为当神赐福你扩张你，他有一个的目的，他有一个的旨意在你身上。亚比斯他求靠神的福分，他比众弟兄更尊贵。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相信他在众弟兄当中是最有福分的人，他也能够祝福他的弟兄。所以今天我们在家人当中、家族里面，不要小看你的基督徒身份，你懂吗？你的祷告是多么的重要，你愿意信靠神，把你的家人、家族一直的交在神手中，然后你也照神的心去对待他们，神就要见证你的生命，像亚比斯一样，有一天，你的父母、你的亲人、你的兄弟姐妹会说，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是最孝顺的孩子。他也会在别人面前说，这个孩子不一样。那天当我在心灵当中，当我在我大哥的家，我的小阿姨来了。他有两个孙，一个才两个月，一个才三个月，这样哈，一个内孙，一个外孙，然后就来到我的大哥的家拜年。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他们了。他的孩子是还没有完全很好信主的，当然他也还没有信主，但是很奇妙，他们会在还没有走之前，其实他们在等我，因为我要迟过去。他们说：“哎，我在等你来呀，等我来。”然后呢，原来怎样呢？他的这个女儿呢，就其中一个女儿就说，你可以为我孩子祷告祝福。他们还不是很清楚知道你生下来要祝福祷告这些的，所以那天我就觉得，因为我在他们当中可能不是，因为我是小女儿，而大姐才是跟他们比较好，但是他们却知道因为我是做牧师，然后他们就会说，哎，你来跟我祷告。当然我就为那个他的女儿的孩子祷告，祷告过后呢，他的那个哥哥的孩子还没信主，还在拜拜呢，他们也要说你可以跟妹妹祷告吗？好嘞，所以弟兄姐妹，原来今天当神的灵在你身上，所以这个亚比斯说圣殿神与我同在，
来举手，我要刻入神的同在。那你每一天亲近神是有神的恩膏的，明白吗？怎么要把祷告、灵修、写笔记当成是一个的差事、一个的责任？为了交功课，为了拿礼物，那个只是推动。你要带着别人，那么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当你身上有圣灵的膏抹的时候，你到哪里，神都要让你比别人更尊贵。当你比别人更尊贵的时候，别人就会很渴望从你身上得祝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能够借着机会，能够借着祷告。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会讲说：上帝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赐生命的神。你看我在祷告里面就传福音了，我就开始让他们知道，这个孩子需要耶稣，但是你们更需要耶稣。所以我相信，而且过后那个的他的小女儿就讲：好啊，我们愿意去我们那边的教会，把他们靠近九华家业的。阿门。然后把荣耀归给神。那这样就是什么？是神使你尊贵吗？你就是轻神的。如果是你一直在努力靠自己、靠世界的方法、靠人的经验，我告诉你，你会很劳苦担重担。当彼得他自己整夜劳力，对不对？没有办法收成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属灵界有撒旦魔鬼，所以为什么亚比斯他被咒诅了？可以讲是来自恶神的咒诅，因为是魔鬼给人一个想法，就来给他起名叫痛苦。但是耶稣基督得胜了恶者的权势，所以今天为什么看见亚比斯他是求告神的？他不是求妈妈，妈妈你不要再叫我痛苦，可以吗？他没有告诉兄弟们，你们不要再叫我亚比斯，我不要做痛苦的人。他没有求告你，圣经没有记载。所以圣经说，他说圣念你，圣念你。当我们说圣念代表什么？我需要的就是你。还是说我需要的就是耶稣？如果你心里面真知道我要依靠这位神，你就会全心全力来追求这位神。一个全心全力追求神的人，他一定凡事依靠神，凡事仰望神，凡事的相信神，所以他就会亲神。不是他没有困难，不是他没有需要，他会亲神，他会有属灵的看见，他就能够起来想一下，我的心里我要怎样祝福家人，对不对？如果我们心里面劳苦担重担，烦恼多多，我们想的只是劳苦重担自己，我要怎样突破呢？我要怎样赚更多钱呢？我要怎样健康呢？我要怎样啊？我好苦啊，我好苦、啊、我你懂吗？这叫做一个自我的生命，最后是圣经说是灭亡。因为耶稣讲一句话：人为了自己赚起全世界，赔上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今年我们要信心行出什么话？绝对是你要来跟随神，不能再一半都要靠自己，一半要想自己的方法，一半要自己做主。神永远没有一半的，跟人说神要你的全心，像亚比斯一样，他就是单单圣念你赐给我。所以每一天你可以用这个来祷告，但是在你祷告当中有几件事情要记得：你愿不愿意照神的教导去行动？问你隔壁的，你要不要照神的心意去行动？我们相信亚比斯在他还没有得到神的赐福之前，他是一个尊神为大，他敬畏神。像圣经里面的约瑟，他被哥哥们出卖，他没有做错事，只是分享了意向，哥哥们妒忌，就把他给陷害，卖到埃及受苦，对不对？可是这个人不会因为有人伤害他就自暴自弃，就
怪别人，整天怪别人，怪家人，怪那个朋友，怪自己，没有。他继续的信靠神，而且在当中他一个人吧，他在埃及人当中可以讲全部都是外邦人，他一个人认识神吧，但是他一个人当中他没有因为这样就跌倒。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神啊你赐福于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敬畏这位神，我们是不是很愿意听他的话。约瑟非常的敬畏神。当一个坏女人叫什么名？波提法的妻子是吧，来诱惑他，勾引他，所以跟你们说小心诱惑哦。该看到阿坎站在那边，他的影子充满着笑脸，但是他是很紧张的，是吧？给他一个鼓励掌声好吗？那天啊，谁跟我讲？不是我叫阿坎头发梳不一样。啊，今天很顺吗？很顺。英俊吗？英俊。但是会不会诱惑？会。就是说，他会使别人被诱惑，阿门。所以姐妹们，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姐妹们，为人关你的事了。所以看到吗，英俊也好，好看也好，诱惑会来找你的。所以约瑟长得很英俊，所以呢，别的老婆都要来找上他。可是怎样，他真的是很渴望上帝的赐福的人，所以他不会妥协，他宁愿被约瑟坐牢，他都不要陷入这个试探。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神赐福的人，他非常注重他的生命，他非常注重他有没有相信和顺服神的。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我们在今年所做的任何决定，无论是工作的，无论是读书的，无论是服事的，无论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一定要在心里面好好的问自己，这是不是神要的。刚才瑞群讲什么，他很吝啬的啦，他也没有这样大方啦。我告诉你哦，如果你听他的故事你会流泪的。他曾经讲什么，当他的妈妈早逝，他就在这个后母的家住，然后呢他是很辛苦的，曾经还被折磨，关在那个厕所按摩摩的，对不对？然后从小他因为读书也不厉害，一直的被很严厉的所谓的折磨这样哈。然后他从小他的弟弟妹妹就是后母生的，就比他小，他要照顾他们，又不是自己的弟弟妹妹，但是没办法，所以他是很苦长大的，他是好像有点小小的被虐待长大的。但是今天他却可以怎样，他可以反败为胜，他可以反过来这样的大方祝福他的后母，而且这么祝福他的所有的真的不是自己的弟弟妹妹的家人的孩子。为什么？因为神抬举了他，因为他跟随耶稣到今天，他被神的爱充满，他不是被仇恨充满，他不是被遗憾充满，他也不再怪他已故的母亲啊，怎么你这样早死啊，害我很苦啊，有没有？会怪他吗？不会。为什么？在神里面很奇妙，本来我们应该很可怜，应该别人供应我们，对不对？所以这里的年长弟兄姐妹，你不要每天讲我的孩子一定要供应我的，我养育他们长大哦，他们这样的对我不好是不能的，你不能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你期待大，但是你儿女没有对你孝顺的时候，你就充满苦毒了。我们不需要用我们来衡量自己的不对的心态，然后就要求别人你要祝福我，你要供应我，你要爱我，你要看防我，你要尊重我，你要顺服我。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这样的人是很痛苦的。杨迪斯没有告诉妈妈，你帮助我啊，你给我好的身份啊，
开始知道，只有这位神，他可以叫你被提升。阿们。真的，圣经说什么？你要愿意自卑下来，时候到了，神就将你提升。阿们。所以今天你不要太过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些什么事，你要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提醒说，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生意还是做一些新的事情，你要先问自己，包括要结交男女朋友之前，你要问自己，你有没有认识这位神？你有没有尊主伟大的心？你有没有一个要顺服神的心？如果没有，感情一定出大问题的；如果没有，生意会出大问题的；如果没有，你所做的计划可能是绊倒你的一生的。约瑟他从小敬畏神，他认识神，所以当诱惑来，他得胜。很不简单的，没有人在他旁边，没有组长，没有会友，没有同伴，没有属灵伙伴，没有，他一个人沦落到黑暗的势力里面，诱惑里面，但是在基督里面，一人能够追赶千人。阿们。若神帮助你，有谁能够抵挡你？像那些一样，在他家族里面，起初是他一个人信耶稣，他的弟弟都还没有信耶稣，他怎么样可以叫他们来祷告，对不对？可是神没有放弃这个家族，神垂听一个人的祷告，一个人的祷告，一个人多年的祷告，他也自己活出这个生命。所以最终他的弟弟信耶稣了，然后现在他们可以在大多数可以讲70%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当中来成长。该瑞讲什么？他可以在还没有信主，而且长辈还没有信主的这家人当中，他是最小的，他却可以在他们当中那边讲神的话。弟兄姐妹，这叫做神使他尊贵，神使我们可以抬起头，神使你有爱心，信心满满，能够做从来不敢做的事。阿们。所以约瑟能够被尊荣的过后，我们知道17年后他被神抬举了，成为整个家族的祝福。阿们。所以跟你们说，神要使你成为整个家族的祝福。如果你跟这牧师在祷告会，或者是常常牧师讲，你要记得，每一次我在讲的时候，其实圣灵开始给的。所以为什么我在1月份告诉大家我们禁食祷告会的家人？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圣灵就开始给我们看见整个家族的意象。所以在这次华人新年呢，刚好我们跟我爸爸和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一起到姑姑家拜年的时候，我告诉你，10多年没有见面的堂哥堂姐啊，因为我们比较多是接触我的姑姑，他们竟然那一天也刚好来，当然没有全部来，大概来了7、8个。哇，我们很兴奋，因为很久没有见面，十多年啊，我们就哇握手握手握手。然后过后呢，我的姑丈因为最近进医院，然后刚好那几天出来，然后放出来一下，给他在家里过年了哈。搬之前很可怜，都住在医院，那暂时不能走，脚没有力，开两刀过后。因然后呢，在当中我也发觉怎么样？哎，当我的姑丈要回去医院的时候，在这些堂的家族，尤其还有信主的，他们就也知道我是牧师，所以当场的表情就说：“我们请牧师来祷告。”你看，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有权柄，神都要使用你。妹妹说：“神要使用你。”然后我们来为这个孤丈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发觉，当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让旁边那些有信主的人知道：哦，原来神是能够垂听祷告的神，原来神是顾念生命的神。然后神是我姑姑，我看到姑姑也是在我信堂的家族里面是比众亲人更尊贵的妇人，她是最年轻的，虽然80多岁，可是比我们亲人都来得年轻。她是最喜乐的，最活泼的，最健康的，然后一大堆人来她家她都没问题，她煮了很多的米粉，炒米粉她喜欢的，对不对？然后就煮了那个假燕窝，假鱼翅，一次讲一次，很好吃。我就看见，你看到吗？一个人他真的是有神的生命，而且活出来的时候，在家人当中很受欢迎的。所以告诉你，我们就跟他谈话当中，我们说：“姑姑，你会忙吗？姑丈在医院怎样啊？”他说：“没有什么啊。”然后他的女儿就说：“他每天忙着煮饭啊，
望今天教会的人来，明天信他的信他的丈夫那边的人来，等一下又信堂的来，哇，等一下又我们来，差不多四天里面，每一天他都煮很多东西，煮很多东西招待大家，他一点都不觉得很累，他很喜乐。所以告诉你们，每一年，那天我们在车上塞车三小时了，我的大姐就讲，哎，我们已经好多年，每一年都去。活的新年都一起去，随着跟姑姑还有姑丈拜年，算一下可能有十多年了，二十年都有。然后你问我们很喜欢去吗？哎，塞车哎，每次三小时的。但是很奇怪，就是我们一定会去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总觉得这个姑姑太好了，这个家庭太好了，所以这叫做影响。所以那些不信主的亲人、姓唐的，还有他南方的，都会来的，都一定来的，一定报到的，怎样忙一定来的，很奇妙。他炒米粉真的是不错啊，但是你有什么吗？又不是报一次，而且是假一次来的。可是我们就是很喜欢去他的家，我们就是很喜欢跟他见一个面，我们很喜欢吃他的东西。如果有些弟兄姐妹同工没有去过，就知道对。啊，那些人很奇怪，瑞那边也是奇怪，对不对？就他煮的就很简单，但是吃的很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有属天的智慧。昨天如果你来聚会，巴士来讲什么？一个客户神传飞的人，他越来越有智慧，他很智慧煮东西。我教你一个秘诀哈，安利们要听吗？啊，他说呢，他不放味精的，他改成放糖，放一点糖，糖跟味精差不多，对不对？但是糖比较健康，所以他放的东西都有味精，放一点糖，所以健康又好吃。所以跟人说，谁要给你智慧？然后昨天去的男人来我家，对不对？他吃了那个黄片，还是毛那个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三角形的，你吃了觉得好吃的。可丽饭应该叫做，你们每次买一圈圈条件，叫什么？一圈圈条件，叫什么？啊，蛋卷类是这样哈、啊。我告诉你，我姑姑的蛋卷是三角形扁扁一个小小颗，然后昨天是让他吃，觉得好吃，对不对？哎，一个已经八十多岁的，还这么喜欢，而且做的没有说眼花缭乱，还是头脑不灵通，把盐当糖放，没有，煮的非常好吃。他已经八十六岁是吗，爸爸？姑姑几岁？唐妈妈，唐妈妈，唐姑姑几岁？84岁，八十四岁，你是前辈，唐妈妈不用相问，没关系 ，OK。所以你看到吗？神的智慧像耶稣一样，最后神在他身上的智慧，让他能够喂饱埃及人，能够供养他的家族。躲避起来，抵挡敌基督，甚至是逃避那个晶片的威胁。那天瑞群啊，阿芳在跟我拍出来时，他说什么？啊，这个地方很美，改天敌基督来，我们的全家族可以躲在这边了。他已经开始预备了。你应该跟家人讲，有一天晶片不要放，有一天敌基督来逼迫大灾难来，我们有个地方，我们来躲在这个地方。你看看。所以告诉你们，当真的敌基督真的来或者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神会给你智慧，要去哪里住，要躲去哪里，那个地方永远找到魔鬼敌基督找不到你。所以跟你们说，你现在就要好好爱神，因为不关乎到你一个人的事，是关乎到你整个家族，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第一个他敬畏神，他的子孙就因此被神顾念。所以在这边书说什么？那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避难所，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非常重要。你的依靠神，你对神的敬畏，像耶稣一样，将要影响和祝福你整个家族，不是只是暂时的，直到这个永远的祝福。所以跟你说，
你要成为家人永远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那个愿意如此的尊神为大？亚比斯他的第一个祷告是圣愿神赐福于我，来一起说，我要认定神是最大的祝福源头。当我们认定他是祝福源头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里面有两把的地方，两把处提到神愿意赐福人。刚才在敬拜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相信这位爱我们的阿爸父，他要赐福。当你坐在这边想一下，你真的相信这位神要赐福你吗？你真的相信他会供应你吗？你真的相信他会保守你？你相信他会成为你的盾牌、你的依靠、你的扶持？他觉得父母不是很重要，难怪华人青年都不要回家。他觉得父母不值得我再孝顺，所以他会选择不大孝顺父母亲。所以今天我们的神绝对是永远要爱你，永远要供应我们，永远要扶持你，永远就是要保护你。所以他让耶稣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设想我们的永远，我们自己都想不到。我们哪里知道来到世界有一天要离开这世界，我们不知道，对吗？我们也不知道将来去哪里。如果不是这位神让我们明白，借着基督徒，借着教会，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很厉害，跟你各位说，不要以为你很厉害。我们是多渺小，我们是多有限，但是我们要真的知道神啊！我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相信，我要你是，我要认识你，我要亲近你，我知道你要我怎样，我要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要知道你要怎样的使用，我要知道我要怎样的来做每一件事情。如果还不清楚不知道，要认识神，要相信神的话将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弟兄们，我们相不相信神真的是赐福的神？最近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顺服神，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预言性的祷告，神感动他们就愿意祝福我们的宣教师。这些的基金是属于宣祝福宣教师，就是说凡是参与这些宣教团队真的是有缺乏的，我们要帮助他们，尤其是最近要去中国的年轻人。当然不是说他们一点钱都不用出，我问他们你们自己可以出多少钱，或者你家人可以帮助你，我们就没有完全帮助你，因为我们是要让大家不是这一次罢了，注意哦，所以那些有事给你们注意，真正的钱不是只是给这一次中国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人我会问他们，他们有钱他们自己出的。Okay? 如果没有我们才帮他一些，我们要这样的正确的使用神借着弟兄们祝福的，这是神的钱。Amen? 然后过后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六月份又有中国的宣教团队，包括可能来临日子有中印度的宣教团队，还有我们巴大的宣教的团队，还有我们在年末也有尼泊尔的国家宣教。所以今年我相信让我们愿意不断为国家祷告，不断的愿意施给为这宣教师的需要，因为教会的信心认线呢比较补助是属于给当地的宣教的工作，比较多是属于给当地的，他们要买租金啊，然后宣教师的薪水啊，还有当地宣教扩张的需要，还包括本地的布道的需要，比较少是帮助真正要去宣教的人。但是今年我们发觉我们要让更多年轻人，更多真的我们需要他去的，我们希望他能够跨前一步，不要因为只是钱财问题就不能去宣教。往往我们每个弟兄常讲没有钱，所以今天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想法，神你会赐福于我，因为你要我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因为你要我成为家族的祝福，所以神你会改变我，突破我，让我
信耶稣的，他有没有开始说，孩子啊，你信耶稣的，你跟耶稣祷告好吗？有没有？如果有，真的父母亲在你身上看到不一样，他看到我这个孩子，虽然以前气到我，因为去信耶稣，我见到他不孝，但是几年后他发觉你是真正孝顺他的孩子。像巴士拉正讲什么，当他信耶稣那天，他的爸爸说什么 Get up， 跟我断绝关系，不再是我孩子，真的。但是最终巴士拉正比众弟兄更尊贵，真的，他成为最有钱的孩子，他成为最孝顺的孩子，最爱父母的孩子，最终还带领爸爸妈妈信耶稣受洗，还帮他们做葬礼。All package 做了。那么我们可以被神提升到，本来你在家人当中是最没有，看起来最不起眼，看起来没有人要管你的，看起来可能还要践踏你，但是最终一切被尊荣过，因为是神坛居，因为是你愿意回应神的爱，你愿意好好认真来跟随神，你愿意把你的心完全的忠心全心来跟随的爱这位神，学习来聆听他的话，顺服他的话。所以告诉你，这是在试炼当中，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真的，他们对神的那个的爱和顺服远远超过他们的力量。有一个姐妹，我告诉你，她没有工作的，当她来跟我讲，牧师啊，我要奉献这样的钱，我会为她担心。我说你可以吗？你真的能啊？她说真的啊，神就是感动我这么做，我就是这样顺服啊。我就为她祷告说，神赐福，我没有办法体验体会到你对神的信，但是我愿意感恩为着你这样的信心的行动，愿神赐福你超过你所付出的一切。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里面一定要认真，神啊，你就是赐福的神，因为你要让我在我的家族当中更尊贵，你要使我在国家更尊贵，你要使我在这社会更尊贵。所以今天执行组，我们除了短短的小组分享过后，跟同工们要再一次去探访那些两个礼拜前我们去分这个施给当中认识的这些的安哥安弟，让他们再次被眷顾，有些已经信了主和上帝的教会。所以让我们念力主啊，你赐福我们，所以感谢神，这次我们的这施给奉献呢，大概有2000块左右。阿们。昨天巴山就很兴奋，他说什么？以后我们施给的时候，请你们通知他们，他们找记者来拍照。他说要放进报章，为什么？不是让教会出名，是让这个区域的人知道，哎，基督徒、基督教是好的。阿们。你看啊，我都不懂他的这种想法哎，我还吓到讲啊，不用啦，那些外面人等下拿一个支票在那边，我奉献多少钱，对不对？然后 kick out， 啊，又来又到上次又 kick out 这样，我们不需要。但是他说什么？为了区域性的影响，而且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自己做，你们可以告诉你们组的人来一起做。阿们。所以看到吗？当我们做一件合神心的事情，神就让我们所做的影响其他人。所以跟人说，你要带来有影响力，带来影响力。所以我告诉你 Richard， 你这样的施给，有一天你那些侄儿侄女也是这样给，他们也会给你。真的，因为耶稣说嘛，你怎样带人，你是怎样带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神是赐福的神，神要我们扩张境界，神要你尊伟大，你要成为家族的祝福，你渴望的，你渴望的，渴望的举手，渴望的站起来。然后今天我把我的奖章改了，完全180改掉，因为我觉得里面我直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真的真的像一个孩子，愿意来贴近父的心。亚比斯是可以讲很不幸、很悲哀的一个人开始。他们有的选择，对不对？他有没有选择？当他生下来 baby 的时候，当妈妈要不要
取名叫痛苦，他会说开口，你要这么去痛苦可以吗？如果开口就吓死了，观音，他没有的选择。但是这个人，他做一个非常积极、正确的决定，他选择来刻录真实，追求真实。他怎么知道要祷告神的赐福呢？他怎么祷告要神的同在？他怎么知道神会保护他不受艰难不受艰苦？今天你能不能够祷告正确？当你祷告正确，你却发觉你所做的不一样。为什么亚比斯会这样正确祷告？他认识神。这今天多少人你说你要好好认识神？我告诉你，圣经讲认识至圣者是智慧的开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认识至圣者是知识的开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属神的智慧，我们没有属神的知识，神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够在这世界立足。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才干做一份工作，拿一份薪水，但是你失去了神真正的福分，因为神要给你不是一份薪水，神要借着你成为他的钱财祝福的管道。他不只是要让你足够用，他要让你足够到福杯满溢，到别人都因为你尝到主的祝福，尤其是不信主的亲人家。在这次我家里有三次的开放，我很感谢神。在开放当中，尤其最感动的事情，就是我的姐夫和我的阿姨，他们来我家吃饭的时候，我的阿姨会说，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做这么多东西，你好厉害呀。我说很轻松的，很简单的，你的妈妈本来是不大会做饭的人啊，但是当我的家婆跟他的女儿住，我就比较机会自己下厨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也不懂怎样这个滋味，知道调味还是什么。然后说哇，你可以准备这样多样，他就一直称赞我，他是很有兴趣。然后过后呢，我就带他们，你看我有一个心智，我在当中我知道神要这件事情，我带他们往富爸爸上面。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的姐夫从来没有承认耶稣过，每次我大姐跟他讲，他讲哎呀我知道了，你知道吗？他从小情绪就叫神仙，就是以为自己知道，所以到现在很刚硬都不要死。我的师长才是知道，他还是很表面上敷衍常常。但是那一天很奇妙，当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不会读我，他就说我会读，我不要怕。我说不要紧，你要玩游戏吗？你要跟着我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所以他跟着我讲了好多次，其中一个，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真的，因为国语版里面这个台词讲了好多次。起初他都讲别的，那我讲耶稣，他就讲耶稣给我开价如何，他没有承认接受主的感恩。然后直到最后两三次，他真的就跟着，而且我发现当他越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就越来越不一样。当这次我们出去在我姑姑家一起的团拜当中，我就看他反应，当我们读一起的祷告，当我们一起吃饭有祷告，他都会很认真。而平时他就是在那边假假讲话啦，过来一看他去看，对吧？你们不信主家人，当你在祷告，对不对？但是这次他也很认真，一起。而且当我在车上，我就故意播一些我们的一些的这诗歌还是什么，他就不会像以前一样不耐烦的态度，他都很安静。他的心开始好像被神的灵软化。然后我的阿姨更好，他很兴奋，他一直祷告，他也没有拒绝。大阿姨，他整天一直祷告，
王一直称赞他，哇，你很蒙福的，一直拿到祝福的卡，一直祝福祝福，他很开心祷告。我就看到我爸妈哦，两个人都是有老光眼，然后他看不到我爸妈去帮他念一下，他也很愿意，他也说，哎，我被念你被念啊，随便啊，没有，他很认真，很喜欢念台词、祷告词。你看到吗？那个的圣灵的工作真的不一样。所以我那天就觉得，哎，他们的心已经在耶稣那边，因为他们重复祷告这么多次。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是认定神，他会赐给我们灵巧像神，温馨像鸽子。你不要担心你的这些儿女、亲戚朋友，我告诉你，你继续的来，让上帝来带领你，认真的跟随神，像亚比斯一样，我渴慕神的赐福，我渴慕神的供应。神啊，就是你，你会提升我，给我一个智慧来做你的事情。神要使你尊荣你位，然后你要比众人，不只是家人。亲戚朋友，还有你的同事，还有所有在你身边的朋友领受，就算可能领受不可爱，就算有不可爱的旁边的那个人，你还是一样可以成为他的祝福，因为你比他更有爱，因为你的爱是用不完的爱。从哪里来？从神来。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告诉神，圣灵你赐福于我。阿们。我会做诗歌来回应神，我要更加的注重，更加的呵护，更加的认真来爱你，因为你是赐福的神。我要像亚比斯一样，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主要成为了家族的祝福。主要在你面前我要成为兄弟姐妹的祝福。主要在你面前说要成为了父母亲人，如果你是姓黄的，主要成为黄家族的祝福。如果你是姓陈的，主要成为姓陈家族的祝福。阿爸，如果你愿意的，你说你要的，你来到前面，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我愿神来扩展你，你要成为整个家族的。在今年，神要给你智慧、恩宠、赐福，让你的祷告、让你的行动、让你的各方面的需要都得以富足，足够有一道能够祝福你的亲人家族。甚至神要使到你的爱心更多，神要使到你的耐心更多，使到你在家族当中能够像亚比斯一样比众弟兄更尊贵。当你的家族的人谈到你的时候，他们是欢喜的，他们是感恩的，他们是开始觉得你越来越不一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这身份，我们就是光和眼，不只在我们的私底下，在教会，更是在亲人家族当中。所以把再来到前面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主奉耶稣的名，主你亲自先来医治他们的心。他们若在家人当中可能有受伤的，失去了这种的爱，失去了信心，主这时候求你医治，医治弟兄姐妹的心。无论是来自儿女的伤害、父母的伤害、兄弟姐妹的伤害、亲人的伤害，以致没有这个的意向在家人当中要影响他们、带领他们信耶稣的，主啊，求你释放你的大能，先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家人是需要耶稣，是需要耶稣。耶稣，求你这时候充满弟兄姐妹。充满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口来祷告。七哥，哦，这是一个医生，马上去找那个先生。要被祝福了，你整个家族的救恩要被祝福了。主耶稣赐福我们的弟兄，保守他刚强强壮的脚，给他正确的这个智慧的意念。主耶稣啊，顾念他，保守他，保守他所有心中的苦毒，主啊，要放下，饶恕，饶恕，要开始，你要为这里的家人祷告，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管他们对你怎样，原谅他们，原谅他们，原谅他们。我们同在，当你有需要，你懂得怎样说，因为神不断的呼召你。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起床，阿门。